天光，你为什么不杀了我？为什么还留着我？你今日不杀我，终有一日，我会亲手杀了你。就凭你那些软绵绵的法术吗？本以为你在灵剑派待了两年，会有所长进，没想到，真令我失望。 杀一个试试！我不管海云帆之前是什么出身，他现在是我们灵剑派的弟子，敢伤我弟子，就要付出代价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要替这废物出头喽？ 修炼一万，也不能伤我分毫。我亲爱的弟弟，你就留在这里虚度余生吧。那你往哪里跑？不是妹，天，小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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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